皇上，揾到花生。冤枉啊！臣妾问心无愧。如今太子君逝，最有机会取代太子之位嘅就系贤妃你所生嘅二殿下。佢听日斩头噶啦，快啲谂个办法，等佢两母子见下面啦。大人，贤妃娘娘唔见咗，公孙策私放死囚，愧对大人。你点解要咁做？